偷电杀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应该是不至于。这个盗剑人很不寻常，应该不会这么傻。你需要梁氏的调教，重理剑法。想当我师父，谁知道你是不是浪得虚名？无主，无长，无应，不变，无惧无惧，舍己从人，才能我顺人辈。教你一点做人处事的道理。我一直在想找一个徒弟，能把武当派的玄平剑传下去。我不稀罕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杀了个官差，不能再待在这儿了。跟你说过了，你会连累我们全家的。要不是你盗走了清明剑，别人怎么会发现我在这儿？谁想来我们就杀他痛快的，就连你爹一样。你给我闭嘴！这就是家伙，甘愿与你死我活。因为这几年是你在教我武当剑法心诀吗？你心里明白。你的功夫就只能练到这里了，我苍耳不聋也只是怕你伤心，看不到天地的变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以后能跟随谁？人生地不熟，我们哥俩帮你调查调查地面，用不着你们操心。这辈是真不懂是假不懂啊？不懂有不懂的规矩。